的没有哎、欸，我的按太快了吗？你的真的没有，就变得要自己开机，自己弄那个。为什么？你的哪里坏掉了？哦，可以了。为什么？那个快速录影，快速录影的功能没有开。为什么你没有开？可能我 reset 之后它就没开。那你就再把它设一下。9:15啊。刚急到都没有，那就红线热身还是绿线？我觉得排队红线热啊，红线排绿线排队可能很长，红线也在排，你看又热了。他缆车动很快，好吗？你不用紧张。今天厉害的人应该都跑去别的地方了。为什么？我是说跑跑马兹贝啊什么的。那我们是马兹贝上的挡路石。不会了，挡路石。我要热身一下。baby， 难怪他一直弯腰，我想说他有弯腰弯成。可能在大流汗，好热！很长很长，主人人还多哎、欸，会觉得吗？对呀，就是早上排上缆车就多，这里也多。不然你觉得排队的人呢、啊？都跑去哪？如果你喜欢的，应该就是在这啊，不然就绿的。对呀，而且绿的都没什么人，要跑来挤这、啊。大家都想要厉害的啊，你还嫌啊？这个缆车算很快的啦，然后它停下来了。我是不是走路走到腰有点酸了？
走过来吗？左边比较快，右边比较慢。刚有来几个，可是好像前面也有很多人去过。中间好，中间就好。太挤耶，硬要挤进去耶。你也不用让别人。是快的了多少？没有。忍住。司马师，刚才经过的话，谢谢。ちょっとスキーのどうだろう。很热哎，先拉下，太热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把头发掉了，难怪我脖子超热。等一下，你就渐渐的跟我后面，进了门之后才跟我回去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现在先这样没关系。
的活下，不让他。你不要太早进去，就过不去。还在调，还在调我的裤子。那我先下帮你拍照，然后你先下帮我拍。哦，好好。连热身都没有的，检查 pose。啊，我被滴了，被滴了。上面中间都已经。不是滴要到我的衣服里，是这个滴的，你看，还好。好脚印，你觉得这是动物还是？这不可能是人类啊！而且你看哦，他去喝水嘛，隐约好像有。你在看？我在看他去哪里。正常吗？给 check 哦，我没扣哎，扣上帽子，刚拿起来看，你有没有扣？有啊，我刚才一直在调手机的。哦，地下有两辆，很好很好。这人是卡住了吗？他是摔倒而已吧。好热好热，他的 pose 表达了他好热好热，这里太松了，只要下去之后他就下不去了，糟糕。他满脸血。对啊，那里很松。我刚刚的意思是说，要切的话，你要切去哪里啊？你这样切你要去哪里？我本来我以为我们会滑三次去餐厅，哦，来就要切。我刚刚太急了。然后我的意思是说。要去餐厅的话，我平常都拉那边才切过来，现在是直接切，这种斜度都觉得轻松了，马自费才可以。那这种程度都觉得点点点，那马自费就不大行了。啊，切到马自费就是还有宽度的压力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刹车也没有很厉害。没有，你刹车已经厉害了，所以我才会说你接下来要练习的是把你的侧向滑动变成那个。不然还有一个感觉啦，就是说反正你现在已经太悠闲了，太悠闲的时候啊，你不管是哪个弯你都已经踩对脚了嘛，嗯，你突然间觉得没事干，你试着说我踩的这只脚能不能再踩重一点，我再踩重一点会怎样，就会停下来啊。不会哦，再踩重一点的话会咻，会变成沿着轨道跑，你要这样子踩哦，你要用他跑到，你看他跑到我一定会跑的啊，因为你这个雪跳啊，不是啊，你把它弄到背后，我都弄啊，这个线会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、没有东西帮忙固定的，那就是上面给它在上头上多一点，对，我觉得有个方法，我把它逆时钟旋转，刚好啊，我知道你好练，然后我把它转正，逆时钟旋转五下。我要硬一点啊！操！我的鼻子。好了，这样应该会固定了吧？我让它有扭转，应该会固定的。周少宇很胆小，坐这个车他都一定要放架子。哦。刚刚有很小的滴耶，有这么小？那么小的是什么？应该是雪球滚下来的痕迹，你看这个就是，
是哦，雪球滚下来，那好像有小动物哎。最好是这种都是雪球滚下来的痕迹啊。哦，看起来就很像啊，因为足迹怎么会是一直线呢？有没有？足迹人当然走一直线。就是弹，我是说那个。我们说那个痕迹有直线感，就是它短一下的时候，在地上摩擦一阵又弹起来，所以就是动动就一直线一直线。你看这也是啊，一直线一直线。最前面都有一颗球。就是这样。嗯，你研究过了，不然你就马上就回答我了。没有研究，我刚突然觉得是这样，然后我看到下面真的有一颗。嗯，你看好多。快起来，快起来。一直滴的声音了，烦哎！这一个啊，这个在滴啊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你滴就滴啊。太阳那么大，凉了，可以拉起来了。啊，第一天跟每一次最后一天都是天气好的。嗯，很漂亮。拍个照吗？嗯，拍个景就好了。嗯，到。一定要滴的。到。总比滴在我眼镜上好。我现在 pose 歪到你的头也有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、啊。反正是水，好了，先拉下来。今天速度有点慢，就是雪已经开始有点软，被太阳晒了。Open， 有低有低。Open， 的地方就对了，就是跟树平行嘛，不用到树旁。尽量的做平顺的滑板，好了，可以吗？今天很好滑哎、欸。对啊，是啊。那我滑的还可以吗？嗯，还不错啊。
较快了，比较近了。这次比刚刚近，短一点点。爸爸就来插队了，没关系。所以我之前也是这样想，一人先下，另外一个人就可以穿进去。但是我们加上次是一个人插六个人这样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是说最下面吗？那个没有，因为我发现日本人是这样，而且那时候也不长。看他要钻谁了，我不知道他在叫。他真的有一起的人吗？阿尚吧。啊，这样我都不懂要怎样插，然后后面的人就跟他说这样不行吧。重点是要刚刚叫谁啊？假装有叫的。在你后面的、啊，在你后面的、啊。是、啊。然后那个人跟他说这不行这样吧，然后那个人没有过来。就来人间观察，嘿嘿嘿，他等一下会上我，之后会上我的节目这样。但是反过来啊，万一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件，那个时候我算犯法。怎么了？因为假设他的脸被日本乡民漏收，然后又延上，然后你他遭受打击的话，我是上传影片的人。我就跟你说，你那影片应该要隐私啊。哦，但是我影片又很少人在看。但是那不是那问题、啊。我只是做个假设。我是说隐私的问题。嗯。我就觉得你干嘛要那个？然后我们现在讨论人家就都一起来了。我也不知道给人看，我只是想说我没录音的时候，我自己还搜寻得到而已。你干嘛？你就录音就好了。你一定会用自己的装置啊。嗯。好，你可以设隐私吗？嗯，我想一下，我应该设成，要怎么弄才对？就要分享给特定的人，但这样我以后拍就很麻烦。对啊，我只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它不能像那个 Google Drive 一样设分享什么的，那我 login 就看得到的。那还是要 login。我 login 就看得到。嗯。但是我刚刚讲的都是极端状况。我旁边有一个一直挤的、欸，我旁边有一个一直挤。我一百个。有一点点风向挤还挤还挤。
就跟你走旁边啊。我在你左边。鞋好可爱，我也很想有一双那个鞋，但是我又真的觉得膝盖摔很痛。有吧？我怎么觉得今天这坡比较缓？坡一样啊，我觉得超缓的。没有缓，今天的雪让你的减速比较多。我。你就靠左边就好了。靠左边，然后让水滴在肩膀上。はい、リフト動きます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要看得懂了，跟你讲一声。在融雪。这里也是。哎呀，好难哦。哦，我的肩膀。就给肩膀吧。就是那个，你看前面，就是那个挂住挂钩的那个地方一直在滴水。我觉得啊，滑到这个位置的人啊，要再出去有点难。你观察一下这些深雪的轨迹啊，就是滑到这里啊，接着要出去的人，对，接着这种坡度，它是上面带的速度啊，接着就要很直的下来，中间都不能再转弯了。对，就是有成功出去的人，都要直线。然后这个也已经很夸张了，这条线，不过它这里没那么深，但是它有往右，它没有赶快靠回去，它靠回去的话，就它就倒了。对啊，刚那个女的倒的位置在哪？那一个地方，如果好奇，对啊，就觉得有点深，是没有那么近，觉得还在弄脸。其实这个倒了，除了出来很累以外，就算是正面扑下去，也很爽吧。很凉。就只是扑下去那一瞬间，就觉得我全身放松，没什么事。怎么又有人啊？两个人。所以各路一趟就去了。好。我觉得现在算是简单版的。去看看啊，去看看那时候为什么岔成这样，那时候连路都看不到，然后就觉得要死。没有什么为什么啊？第二次的，应该可以的吧？应该可以的吧？我觉得我自己有八发的训练后，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好很多了。而且你看现在雪这种状况，也要赶快趁现在啊！不要被人家刮光了，那些讨厌的雪板把它刮光了，我们就没雪滑了。对。不会啦，我们馒头上还会有、啊，我们都要尽量从馒头上这样。
好大块。嗯，那个那个咚咚咚咚经过柱子的地方的时候，什么东西？有裂开吗？这里啦，这里啦，我就是啊，我的新手套来用第二次，才滞后第一次，这是第二次就破了。我也有漏一点毛啊，这里有。我觉得我可以戴两个手套，我觉得紫色还是可以带来用，只要它是大晴天，我觉得应该用就没有问题。又要停了哦，减速。哎，怎样？姐，我们照着他们穿好他们的帅鞋鞋的样子给我们看。没有吧？你注意好你的手套跟棒棒。我有啊，我抓着啊。他不要突然停车什么就好了。你不觉得在滑雪这件事我还蛮喜欢，就是我不行我就一直练。我也是啊。我是哈。是啊，难道你要说你在别的事好不行我就会放弃的？有吗？打电动不行我就算了，叫你过。我没有办法一直重复玩，可能那是觉得自己就是过不了什么的。不过也有玩很多次的，那个之前我玩那个左右墙壁跳，不是老是掉下来，后来是练，现在可以了吗？后来可以的啊。嗯，对啊，那个也是练很久哎，那一直掉很烦哎。左右因为那个跟大脑是想反过来的，那觉得很难。没有，那是一种节奏。那是一种节奏，节奏节奏要对就会。对，就要这样。对啊。上面拍一下山的照片了，哦，然后我才下去，你看我下去，然后录你。啊，今天的今天他们大家在看风景。对啊，其实那边也没什么好看的。不会啊，看那个山整片啊，没什么事。太急吗？你刚下来的时候人很少，现在人好多哦。人很多吗？山上面在滑的。那你帮我拍一张照片好了。行啊。我要环景，又要那个一小，一小，一小。就是后面那一坨雾一直都在那。第一天没看到像那样子的东西，用 iPhone 拍比较好。哎呀，它可以 drop 啦、啊。我要在哪里？都可以啊，是我来跑来跑去就好了。
我的照相标准姿势。你要吗？都不用啊。不要。全景啊，那我躲在你后面。不要躲啊，你就在里面就好了。你可以拍那种，我一开始在这哦，我知道你从来，你从这边开始拍，然后你不要动，然后我要从你后面绕过去，是不是？你说不要有你吗？就要有我，就是有三段都有我，我要从你后面绕过去的。三段都有我，你哪那么快？你要走的、啊？你就不要动啊，你就哦 hold 住，不要动啊。好了，你拖板了就可以。拖板可以，你以为我滑一定会从你前面过去，一定不行。好，你从这边开始环吧，我要走你后面。你从我在哪？我在哪？在这里有啦。好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然后等我，我还要去第三个啊！你怎么没有等我？这样子的话，有几个我？很难，第三个哎、欸。我觉得两个就可以了，因为第三个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难啊，因为第二次碰到你之后，你还要跑掉，这样就不大对。我不能往你前面跑，你不动。不不不，你一旦进入画面，他就会开始抓到你。那我要怎么弄第三个？其实只能有两个。哦，那你先拍一个我近一点，然后你滑走。这样滑走。好，你滑我，你慢慢动哦。然后我要跑到你的右边。然后呢？我要摆好 pose 啊！我这次换这边。好了，我看看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这个第三次是你从右边再跑一次，因为我刚绕太慢了，跑后面。好，可以来一次。你自己小心。好啊我叫你走，你就要马上走。不是，你就移你镜头移走，你再走就可以了。开始，跑错边了。重来。开始。我错了，我体力都耗光了。我移走以后才说开始。对，开始。你不要动，我还没来。开始。不够了啦。好累哦，我不要了。不够了啦。我知道想到呛我们了，但是不够了。太累了。对啊。太累了。那、我都流汗了。你要吗？我不要。好，接着换你，看着我下去吧。
跑一跑我的那个走走走。怎样？有说好吗？有。真的有说好吗？特に通りと単純な構造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。乗り場、降り場がちょっと忙しい人になりますので、非常に気をつけて適度な許可を持ってのご乗車をお願いします。乗り場、大変に豚くなっております。早めの降車準備です。像有后座吗？其实我没有坐，欸，好像没有啊。我真的没有坐，好像没有啊。我怕还是看起来很坐。回去看影片才知道，应该没有啊。我真的觉得很缓，欸。哦，我这边都是冰，都用光了。啊？波在上面就没了。波在最上面才有啊，下面都没了。嗯。很小气耶，这条不开，它这条都几乎不开。没有，那一条只有夏天才会开。它是哦。通道后面那个什么梅池自然园。哼。后面有什么高原湿地？又做这么一次，怎么会？你今天不滑这？我说接下来就那个就会到中间去了。哦，去滑白滑哦。没有啊，马自贝下去了就会接到中间的红线了。
回行きたい？もう一回行きたい？もう一回行きたい？ じゃあ上で待ってて。这是叮咚。什么？什么？叮咚。有吗？有吗？刚刚。或者没开最大声。你姐在打卡，可是都九小时前啊，帮的叮咚是不知道什么鬼道具。感觉没什么事了，奇怪。有带路吗？啊？有啊，有叮咚。你说车子的铃啊，你在叮咚？不是那个啦，我是说手机的。有吗？对啊。这样子好了，你說很难走。他挤过来了，所以我很难走。这样。他在跑到前面。又来一台，位置跟早上不一样，早上右边一点，现在左边一点。烤得热热的。又还了，他又切回去了。好。反正我就是关这边这样子，有位置让他们站就好了。两台呢？两台呢？那早上第一个看到的方向是右边那边，然后这算是哪一种？在演练吗？是左边的要追右边的后面，还是？相关的
公要骑回来，犹豫半天的阿公。哦，在你右边。哦，在你右边。前面的人是推得很用力还是怎样？看觉得哪个比较轻松？这样。腋下没有凉的感觉，因为没有风。这要再拉开一点吗？我现在已经蛮开的。我才拉一半吧。再多拉一点。今天都没什么风。热。上去下不来，那就上吧。哎，凉凉的。好、啊，等一下要切过去哦。切过去哪里？哎，错了，右转。什么？我一直想错，不是就右转吗？想一直想着预言的事情，就那个人刚摔在这啦，凹凹的这里啦。嗯。那看样子他也安全的出去了嘛。爬起来就也是出去了吗？不是，我是说那里的坡度足够他能够那么大一个滑，他滑得出去。我会不会后悔？应该不会吧，因为那是觉得上次太悲惨了，这次一定要。昨天都已经自己跑去那个，去圈品在那边搞一搞，之后再看一遍，看你到底在干嘛。脚很酸啊。脚很酸。当然酸，还当然还是会酸啊，毕竟雪这么乱。但是只要看得到路，就我其实没有看，我就管它就过去了，对。那、啊、你至少也要看棒棒吧。啊，棒棒当然有看那么大。光是这样看就觉得，就是雪地跟树木啊，都没雪了。没有雪啊，就是平的。都树上都没雪，没有那种风景。因为这个树上面怎么会有雪？粘不住呀、啊。对啊，它只有那个啊，所以树种不一样。所以志贺那个那么漂亮，好像圣诞树，针叶树都还在。嗯，够高、啊，那边更高、啊，这边1000多，那边快2000多是是，有到3000，两千多啦。我没有说3000、啊，你要说有到3000多吗？只在里面看到我的上面，而且我跟你说，糟糕，我雪板发黄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雪板会发黄？你看我贴贴纸的关系，但是我觉得贴纸才发黄啊。但是我也觉得不是哎、欸，嗯，你看这里，我贴纸不是贴在歪的，它是歪的旁边发黄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这里发黄？没有啦，这里发黄啊？那就是胶发黄啊。但是我的贴纸当初是在这哎、欸。
你还是说是胶啊？胶啊，还是胶 啊？因为你知道吗？雪板发黄了，雪板的表面不是平的、欸。但是它连这里都发黄了，这里没有贴。我说这里没有贴。那里有啊？有啊，这里黄的、啊。没有吧？不要睁眼说瞎话好不好？这里黄的啊。那就是什么东西粘在上面？不知道啊，发黄好丑哦。你知道它的表面是颗粒状的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那个颗粒状凹下去的地方，如果有怎样的话，你要弄也不知道怎么弄。神奇泡棉呢、啊？有可能哦。发黄，搞不好我的也发黄啊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你的黑色在跟我讲什么发黄？我是说表面那个压颗粒啊，搞不好你讲的是对的。那你说说看，为什么这里没有发黄？我就不知道啊。对啊，就觉得啊，它发，不过这边没有。我觉得一都贴纸啊。但这我说右脚也有贴纸啊。那你哪边先破的烂？右脚也有点发黄，好吧？啊，那胶带发黄啊。有点伤心，再去买一块贴纸把它贴起来。你看我的姓名贴有一角固掉了，这一角都还在。是哪一角比较稳呢？就跟我没有一定穿在哪一角上，也有道理，真的没有办法知道。哇，他们都很想滑这个哎、欸，我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我看到树我就要撞过去了。看到树我就要撞过去，也算是粉。昨天的粉今天用光，明天没有，当然要来。看右边都没人啊，看他们怎么过去。两点总下得去的吧？两点上坡了，我想要走。下去，他的还勾到线啊！好猛，好可怕！他们好勇敢哦，很邪耶猫，很邪。哦，这是 gate 2。所以大家应该觉得梅池这个很好玩吧？对，就是 DVD 啊。对啊，这是 DVD 二号啊。那个男生就说我要来了，哪那么巧？休息一下，看看是不是？哪是啊？是不一样，就是。当然不错，是不一样，他看起来比较老。欢迎进来。啊，你还不走？我
我休息一下。这他去下面哦，他是那边。所以这边以前有坐过缆车哦。好、哦，不能休息太久，晒得好热。好，来自北，我来了。然后路线你也都记得？不是很记得。我是说前面那一段很平很平，可以一路滑到前面会稍微左转的地方，你先去那。哦，好。比较好哎、欸，没有啦，那他那里开始，然后我忘了放我的下面的那个录影。什么？你都掉下去？不要、啊、算了，走吧。快确认我们现在都有录影。有啊，我看不到你的，你再过来一点。你的是持续亮红灯哎、欸，应该 OK 吧？不是哎、欸。什么叫不是？不是闪灯呢？有这种事？对啊，我骗你干嘛？你的是持续亮红灯啊，不是啊？不是路？不是哎、欸，你要不要？那我现在按一下。天哪，你刚都没录到，我的菜！我看，那你刚刚都没录到哦。好了。那你还说什么看着我都没有？我看，我看前面就好了啦。你给我看那我也看不见。也没声音啊。有啊，现在是红色在闪啊。怎么会？那它都没声音嘞、欸。关掉了。你关掉了。你关掉了，现在没有。什么鬼啊？我不知道你的什么鬼。你给我看也没有用啊，这个我画面我也看不清楚啊，啊就没有东西，也没有亮红，红灯也没有在闪啊，就有镜头画面都没有在闪啊，没有在录啊，你要不要拿下来看？啊，我给你看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闪？没有閃，就没有啊。那我再按一下啊。也没有啊。啊靠，他现在是照片模式还是影片模式？我不知道，左右撸。我不会，我又不会用。好的，那我看一看。但是又没录到，我要录。真真迷人哎。环景一张，没有人。你说什么？环景一张，没有人。我干嘛不？我看我能这样吗？我这样扭不过去，不行不行，我要这样，但我这样可能会掉下去。嗯，怎么没有路？他连红灯也没有啊！对啊，我就跟你说你都没有，你刚刚要我看什么？录的乱七八糟，他该不会又没电了吧？
刚刚是说连画面都看不到，是不是？什么画面都看不到？嗯，这个电池是不是又冷掉了？你要我电池给你吗？不用，因为今天很热，我觉得这件事也不大可能。那你到底GoPro拿下来看检查了没？我在这边站着很累，要休息。你要坐去那边吗？刚椅子坐。他这次不错了，还有铺这个高起来的，让人比较不紧张。很漂亮的风景，我在这边欣赏一下好了。来，照一张给赖梅华。他说：“马之贝，我们又来挑战了，这次一定要成功下去。”所以现在怎样？我或者是不知道他怎么了。重开机。我觉得他宕掉了。那就只好按十秒了。我传个信息给赖梅华。好热哦。有了，他重开机。那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就已经在等你了，我坐着休息。我觉得下面拉链拉起来真的很凉快。看到你传的照片了，啊，调整写错字了。我觉得现在学很多，应该还好。楼梯，我觉得我会迟到。好，刚刚可能也有路，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舒服啊。舒服啊，你好了吗？排队盛况，那是要抓贩毒还是抓感冒？今天要迟，对，我觉得这样上班一定迟到了啦。他不知道让大家多少去排队，我觉得他迟到也无所谓。他在一楼，他把所有的门全封，你只能从一楼的入口进入，然后就整个大排队。就是从一楼的大门进公司。进哪里？进公司。啊？一楼的大门进公司。好了，走了吗？再来 check 两。还是雪具？我在说上班呢、欸，你在说什么？哦。我就说公司了，你在说什么？来，再检查有没有拍，有没有拍？你有啊。那你嘞？你看啊，我刚是用手机开的，它也开始有了。有，好，谁先？我先啊。你先啊，好，那你要回头看我滑怎么样？那我看头看。现在根本就没有馒头，我跟你讲。
滑这么右边吗？不就正正的下去就好了吗？你干嘛去滑叉叉那边？这边都空的，你干嘛从那边走啊？松的比我们上次来好很多。对啊，我们可能两三下就到那里。那就我先下吧。我下到至少那个橘色那里。哦，好。然后我看你从上面下来。然后还是很狼狈。哇，应该要在这里拍一张。那时候太紧张都没拍照，现在很悠悠，可以拍照。下去呀、啊！比较后座，但是就还可以。有啊，还是颠得很厉害啊！我有，你看我下有几下啊？有的时候
有的时候偏往山上，结果就刮刮刮；有的时候不偏往山上，反而很稳。就是真的身体要朝山下才行。交给你拍咯。什么意思？热的。啊？就交给你拍啦。好。你拍好了哈。拍好了。有够热的。超热。超热。哎，下完了、啊，五分钟不到。啊？接着是马自备下饭。哦，好热哦。我把外套偷偷拉开、欸，看可以吗？你就意象，斜正面。好了吗？你这个要我帮你录吗？要我先下去，要帮你录。可以。好。那你会看着我下去吗？我只能看到反着那边。看我一下，然后你就看不到我了。对。是吧？嗯啊，这边好像也很深哎。哎呀，应该都很好。这两个拖板都是你这边，你为什么不在刚刚那边穿？因为那里很多人要冲过来缓冲啊。嗯，好，那你自己要我帮忙吗？不用。我可以坐着帮你扶着板子。没有，现在连板子也会穿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敢这样了。所以这只脚都很固定，站得很稳，这样。好了，好，我先下马。这边比刚凸。啊？我录你下去好了，因为这里看起来超陡的。你说不要。橘色为止。好。我下到橘色。橘色牌子。嗯。光橘小小圆圆、啊、然后你等我，我录你啊。好，好啊。之所以下到那里为止，因为再下去就看不到人了。好。好热哦。怎么办？没关系啊。好，开始了。
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干嘛了？后面卡住。好热哦！那我不拍了哦。我承认我有偷后座。好热，好热哦，怎么办？你说下，你从这里下好了。啊？我再录一次，你从这里下好了。这里看起来要怎？你要不要录全景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要不要录全景？你不要把鞋杖，你停停，喂，你的板子是斜的，不会掉啦，别那么松。你大滑下去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你放横的好不好？好，你等我拍一拍哦。外套还是拉开好，太热了。好。
看到了，这个 GoPro 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说他只有2%电，然后在充电状态，所以刚应该他觉得没电停下来了。所以你到底走不走啊？不走吗？我现在把 GoPro 带回去，我觉得他现在可以了。走之前跟我讲一下，换我坐下休息。你都一直坐着，我这边站着等你，讨厌呢。姐，你们快路过了吗？我们已经快到缆车站了，刚刚没看到，因为我们坐在左侧。好啦，几乎可以稍微准备了，我准备要下来了。穿多久，家伙？热死我了！你说什么？然后接我的都是屁股，你的才是正面。啊，对哈、哦，那下面呢、啊？切，就没路啦，没了啦。对哈、哦，忘了交换。不对啊，最一开始我帮你录头的、啊。头我才一段，你两段上正面的、欸。跟我计较，不然你要再下一次也可以、啊。太热了。太热。要滑下去。我觉得下面馒头区我们可以继续滑。那你先下啊，换你录啊。那你GoPro到底怎么样？你电池到底是不是有问题？要不要跟我换？我觉得你电池跟我换啊。
现在都 OK 啊，所以就算了。你屁呀、啊！说不定你刚下来全部都没有在录，我过来我看，你还给我跑，我就叫你给我看了，你根本搞不清楚你有没有在录啊！啊！我看，你就整个就没亮灯，你是有录个鬼啊！好，随便你。那你要不要换电池，拿去换呐、啊？不是，这可能是线的问题。好了，先下到柱子那边。那就换电池。先加到柱子那边。不要，就现在。这里不叫斜，你在那卡边那。那你就打靠旁边去啊，拿去。我现在不要在这里拿，这边。你去那边，橘色柱子那边。你很烦呢、欸。而且是你没看，现在没看到，搞不好它是亮的。屁啦，就真的没有亮灯，我又不是瞎的。好，那就下去嘛。有没有路也是这一段差多少？就想要把这路都录完整，你就你是完整的就好了、啊。那你的不是啊？没关系啊。那这样不就没有录到我了吗？这么一小段这么不陡的，你也要？我完整。讲这么多，要是我现在看到他还在录怎么办？我就一直跟你讲，你的红灯都没有亮。他们都很厉害，他们会闪开我们。哦，这个不厉害，来了一个不厉害的，糟糕！现在才停下来，就在你这边叫叫叫的同时，现在才停下来。那我们现在隔那么远，是要怎么拿电池的？然后这里一个馒头，你是要爬多高？我就是爬得上来，怎么样？你爬，你再爬。白烂，你就这种白烂态度，不是怎么白烂，就是你要求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也 OK。什么叫白烂态度？就是那种白烂态度，是你要我不要而已啊，是白烂的、啊。然后就会说爬不上来，啊、这样还故意不拿？谁故意的？会滑动啊，什么都不行就对。我就说那里安全，那掉到地上怎么办？我就是不喜欢做不稳定的事情。你的话就是一定要硬盯自己，拿好。你不会换手给我？你那手就长。啊，那我这只手又要白了。圈圈叉叉。它也不会动哎、欸。它会主动亮起来吗？你这个电池根本坏了吧？你这个电池现在根本不会亮灯。没有坏，它的亮灯看不到。看不到吗？我瞎了吗？太亮。屁啦，真的看不到，真的没有亮啦。真的没有亮。好啦，随便啦。然后到时候你没电又怪我，下去再说，现在下去再说，你给我研究。等我一下，我现在才刚换好。好热哦，是晒太阳的热吧？是谁在哔哔哔啊？啊，不然不用录哦。刚刚在硬盯半天，你说现在有没有在录？现在有红灯。好，那就好。你刚真的没有？好、啊，刚刚。你先下去啊！赚到赔率。真的酷。
又太冷。对啊，而且我站的脚都酸了。站着都会是酸的，我就很不想站在原地做。那就坐下啊。现在坐着休息还是下去？不是要下去了吗？如果你不介意先下的话。这好高哦。可以练一练啊，只是这里很深呢、欸。看起来深，其实是那个弯度给我们刚刚好。把它下完吗？啊？把它下完吗？你要先下啊？啊？我来照个相，我可以帮你录影啊。哎呀。
的乱七八糟。好，我下半段我突然间懂利用馒头，我可以一直在馒头里。好热，就是馒头反而比较好下。什么下？因为它顶一下帮我刹车，然后我又转弯，所以我几乎都不用，比较不要用力。是哦。对啊。那我们要怎么？我们要从白华站再坐上去，再下一次，是吗？不要，我觉得我们要先休息一次。哦，好。去，我看一下时间。嗯。而且我的功课，我觉得就让它一直录到满电吧。我这一段不用录没关系。现在十一点，我赶快去吃饭，趁人少的时候。哦、那要吃哪一家？吃拉面那家，汉堡王我们都不会想吃吧？那拉面哪一家？就是缆车站的楼下。哦，好。汉堡王在左边，缆车站在右边。好，我早上吃了。缆车站的楼下。好，那我跟姐说一声，我们因为要休息吃饭。好，我先讲。我们现在把那个马自费已经下来了，然后我们会继续往下滑，滑到正中间的缆车站。那因为现在已经十一点了。又很累，我们直接去休息跟吃饭。然后我们是缆车站下面的那个有拉面的餐厅，汉堡王的对面。他们自己吃啊？你跟他说他们自己吃。另外你们就自己吃吧，因为你们应该还没开始跑。好热啊！右脚真的需要练，你看我左脚都是沿着轨，比较沿着轨迹滑，右脚就是一路往下滑，我右脚都不敢踩实，要踩用力一点才对。好热，稍微在流汗了，我全身。这次换我帮你录一下。啊？你说可以录？哦。而且我觉得跟在上面录。好，你帮我看我有没有好的大 S。放在那个教学区那边。好，随便。好热、哦。Thank you.
好热。你说压紧一点，还不是会喷？而且又越来要越压越紧。我有压紧。好，好。刚刚很明显，我的左脚有稍微紧一点，右脚真的松到不行。但是我还是害怕右脚，我要一直练右脚。好热，我好难过、哦。继续。头又痛痛的，我要喝咖啡，我要再来一杯咖啡。还是我直接去到。不是啊。你现在不是要去餐厅了吗？啊，餐厅是什么？不用再录了啦。哦，不用，没有要录啦。我太累了。我要去擦汗，我全身都汗。走吧。我真的不喜欢这件衣服哎。我觉得是头痛，我真的很不舒服。然后这件衣服完全不吸汗，真的不想再穿它了。
我现在只想穿两件，其实那件也没有很舒服。好热。